圣主很慈悲啊，他是出家人啊，但是这一些对众生太重要了，他讲的特别深入啊。劫狱一世啊，其理甚深啊，这个道理很深啊，很重大啊，其关系甚大，关系到一个小生命啊，关系到一个家道兴衰啊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下一代啊，关系到世界的安危啊，其话甚不易说啊，聊这个重点啊，不容易啊，服务天生男女啊，天地生男女啊，圣人法天立则啊，效法天地啊，你看易经观天地这些气象啊，拉到做人处事来，所以天是乾呢，地是坤呢，拉到男女啊，男乾呢，女是坤呢。那男女阴阳和合配合好啊，所以令男女居士以为人伦之最大者，男女居士夫妻住在同一间房，所以首先从夫妇同室同一间房间呢，再延伸开来啊，所以夫妇有义啊，而后父子有亲呢，你夫妇和和呢，孩子在这种和乐的气氛之下成长，人格健康啊，你夫妇对立了甚至冲突了，那下一代的人格很难安定了，甚至学不会怎么跟人相处了，因为他看到的都是冲突了。所以夫妇的相处啊，甚至怎样怀孕呢，这个都是关键的。所以人伦是最大者，你夫妇和和了，父子有亲了，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，每一个孩子出了家庭了，他能够是忠臣啊，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啊，每个家庭好了，社会就好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啊，细胞健康了，器官当然健康了。所以这个男女居士啊，为什么这么重要啊？婚礼是非常慎重的啊，因为啊，以上观风化，下承中挑，上有关呢，这个男女的相处，关系到整个社会甚至是世界的风气啊。我们冷静去看看，现在男女关系一乱了，天下大乱了。你看古人这些话多有道理啊！哦，我们看50年前，男女关系谁敢乱来啊？哇，现在啊，没有好好教了，这个不好的风气影响很快啊，下承中挑啊，这个就是讲到男女结合啊，是要承传祖宗的这个血脉啊，上以示宗庙，
下以继后世，传宗接代的大事情，岂为人日图快乐，所以这个是传宗接代的大事情，不是让人去纵欲寻乐的。而常以欲事为事乎，也不能常常去纵欲啊。所以太上感应篇提醒了，不能淫欲过度啊。那当然哦，毕竟啊，饮食男女啊，人之大欲存焉呢。饮食男女这种欲望啊，我们先天就带来的了，这个不容易啊，克制。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，我们还要存中恕之道，在这方面严以律己，夫妻之间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而且更重要的呢，夫妻啊能够一起学习圣教。你说另一半不肯学，我们不责怪对方，我自己还做得不够好，我正己去化人。因为人的精神生活越提升呢，他这种物质的欲望啊，不知不觉就降了。你尝到法喜了，世味哪有法味浓啊？尝到了这个精神的快乐啊，这种五欲六尘呢，慢慢慢慢就淡了。都要有善巧方便哦，不要变成哦，今天跟大家聊，大家回去要求另一半哦，到时候我就不敢来洗你了哦。那进一步分析到了，贪欲之人呢，其筋薄而无力了。这个纵欲之后啊，他这个精子啊不好了。如鼻肿不能生牙了。这个鼻就是啊，比方说稻谷啊，它不丰满。那你拿着这个不丰满的稻谷啊去种啊，它长不好了。所以鼻肿不能生牙，这个牙生不出来了，故难生呢。既生，真的它还冒出牙来了，多多皆未成人而夭折啊！从小体弱多病啊，不好养了，即性而不夭啊，纵使它没有早夭，也长大成人了，亦必单弱柔懦，会怎么样？单薄啊，虚弱啊，可能呢一生呢都有病了，又很这个懦弱，不止身体不好啊，性情啊也很懦弱退缩啊。正气不足，阳气不足了，无大树立了，就是很难成才啊，很难担当了。所以若能保养精神，节欲半年，这个都很仔细指导了。我看这个现在节欲半年了，不一定够了。我们的体质要比那个时代的人哦，所以我们得要动态观察哦。我们要有这种敏锐度哦。祖师大德的教诲不是照搬的哦。你看，印光祖师说啊，
一个道场呢不要超过20个人常住了、哦、不是接种啊，常住。请问大家现在不能超过多少人啊？印祖那个时候是说不要超过20个人哎，我看现在啊，超过10个人就要吵架了啊，老和尚当时讲就是说2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哦，所以 这个同参道友的缘呢、啊，不用去找，不用去攀呢、啊，感召、哦、我们自己真干了，有感应了，志同道合的人聚过来了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呢、啊，可不要以前的习惯又来了，哇，很喜欢热闹。找一堆人来、哦、当然接种、啊、多多益善种善根、啊、但是骨干、啊、这个可要啊，都要能为人演说啊。哎，节欲半年呢、啊，待其父天魁发后，到他的太太每个月的这个月事过了之后啊，则良宵集齐，所以要挑啊良辰吉日。其实人在天地之间呢，都受天地磁场的影响的啊，这个时候相与一交啊，决定受运，从此啊，永断欲事啊，则所生之子啊，哇！你看这个胎教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从夫妇啊，这个圆房之后啊，就开始了。所生之子不但性行真良啊，他的性情忠贞善良啊，欲念轻薄啊，哇，你看这个生与死多重要啊。哎，一个孩子欲念轻薄啊，他修道轻松多少啊，你这个是真正的慈爱啊。哦，而且啊，体质庞厚，身体素质非常好，一个孩子体质很好啊，一个人可以干3个人的工作啊。你看他体力这么好，他读书比人家省多少力啊，做事你看体质好，思维敏捷，身体一不好啊，常常都会被这个身体所累啊。哎，无诸胎毒痘疹疾病等患，身体好吗？哎，我们也观察一些小孩，几个月啊，3岁5岁啊，哇，这个长什么疹子啊，这些毛病不少啊。哎呀，今天找到原因啦，安乐易养跟从小多病啊，很可能跟这个有关啊。哦，所以天魁即精水也，精水静后方受运。这个月事啊，要都排净了才可以啊，余时多不受运。还没有排净啊，这个很难受运啊。精水未净啊，断不可交。交则啊，复及受病成带，这样会伤到自己的太太的。所以这些都要懂啊，才是真正能够去爱护到对方啊。那这样啊，就
没有希望受孕了，勿忘受孕矣。所以人之大伦之事，岂可二日二时而行啊，这个这么重大的事情啊，怎么可以挑这个不好的这种天气啊时间呢？故须啊，则良宵也啊，良辰吉日啊，这都有经典的依据哦。所以印光大师说的《礼记月令篇》，记圣王于仲春，仲春是农历二月啊，我们啊现在是农历一月啊，二月仲春里面讲到啊。这个日子是先雷三日啊，那个日子会打雷啊，皇上命这些各个地方官呢，夺啊奋木夺以令赵明曰，这个地方官拿着木夺啊，那个是像铃铛一样。它里面的这个这个蛇我们说这个蛇啊是木头做的啊，外面是金属啊，你这么一摇啊声音啊，老百姓一听到木铎的声音啊，就知道啊有政教法令要公布了啊，就会赶快出来听了啊。那这些父母官呢，摇着木铎啊，讲了，雷将发生了，这几天要打雷了，有不戒其容止者，生子不备啊。你生的孩子可能会有缺陷啊，必有凶灾啊。所以夺木铎以令赵明者，令地方官身夺。摇着木铎啊，以告百姓啊，劝导百姓。容止是什么呢？犹如动静啊，犹言啊，犹言动静。什么动静呢？不戒容止啊，为行房事也啊，就是你没有考虑到，在这种打雷的天气日子里啊，可不能做啊，不然呢、啊，造成什么结果啊？身子不备啊，及五官不全等啊。承德有一个比较熟的同修，他就在婴儿房里面上班呢、啊。哇，现在看。孩子一生出来，这个五官有缺陷的，甚至于就心脏有问题啊，才几个月，他开了好几次刀，哇，他看了是在痛心啊，拼命帮这些孩子们念阿弥陀佛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应主这一段话了，你说那些情况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造成的。所以以前当皇帝当父母官的人慈悲啊，重要的是他懂啊。我们现在不听老人言了，甚至于教科书里面都写了这种男女之欲啊，都觉得很健康啊，很正常啊，搞得这些孩子十几岁学这些错误的认知啊，就纵欲了。编书有因果责任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所以当父母当老师啊，在这个时代啊，真的要尽力护好民族幼苗啊。
所以士没有身子啊，生下来的孩子或异人类啊，这个长相就缺憾了，或形体缺损了，皆作此故啊，犯了这些问题了，所以必有凶灾啊，言其父母啊，尚有凶祸灾殃了。你这个行为啊，会招来灾祸啊。如恶病、妖兽等啊，这连父母都会有灾祸啊。所以不止身子不备也啊。所以以前承德小时候常常看到农民力啊，都懂得要观察这些日子啊，人都会受影响的啊，所以古圣王重民生，这些圣王很关心百姓的生活啊、生命啊，故特注意其事，夺目夺啊，以告之。不但震雷当祭啊，不是打雷当祭啊，即大风大雨啊，恶星值日啊，就恶星出现的日子了啊，即天时交节啊，你看24个节气，这个节气交替啊，这种磁场都会影响人的啊，比方说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，春分、秋分、夏分，这些都要注意到啊。好，还有啊，佛圣诞起，哎，今天啊，像初一弥勒菩萨圣诞啊，好像初九天公生呢。这些日子皆所当忌，要忌讳。此时啊，尊天嘛，尊天地神奇啊，敬圣，敬佛菩萨圣人啊，尊法治，这些圣王所留下来的这些制度啊，都有他的智慧考虑，而敦人伦之大道啊。这男女是人伦的核心了，习世人呢，盖不肯出诸口，不肯把这一些道理讲清楚啊。你看应祖多慈悲啊，他以出家人的身份呢，要把这些给我们讲的这么深入啊，希望我们呢都能有孝子贤孙呐。那都不讲了，必其子子孙孙体迟啊，一代劣于一代啊，一代不如一代了，或者啊，少年早夭啊，下一代早夭了，或由遇事过度啊，虽不早夭，竟成衰残啊，无大树立了。都不懂这些道理了，一放纵了，衰残，都没有大作为了，甚至都是父母家庭的负担啊，多半呢，皆因乃父乃母啊，不知人伦之道所致也，不懂这个道理了。乃父乃母之不知啊，由于乃祖乃匹之无教也啊，爷爷奶奶没教啊。当然了，先人不善，不是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无怪也，也没有人教他们，这个我们也不能
责怪了。最重要的，从谁开始明白了？从谁开始啊？依教奉行了。所以子女成年时啊，当以节欲保身等。所以你长大论及婚嫁了，要把这些道理啊委屈开导，抓适当的时间，很有耐性，也不止讲一次，循循开导他。父教女啊不方便，母则无妨。所以能如此啊，方为真爱子女啊。而视之爱者啊，多皆任其纵欲啊。爱他不以道啊，是所以害之也啊。我们可不能说年轻人有年轻的想法，我们管不了了。不能这么想，不能这么说啊。假如我们是这个态度啊，那整个社会的风俗啊，就快速堕落了。每一个长辈都有责任的，甚至要早教啊。所以啊，任其纵欲啊，则其害更有甚于杀子女者啊，可不哀哉啊。所以圣人重胎教，于此致意啊。所以圣人重视胎教这些道理啊，明白了，都很用心啊，去推广，所以这也是预防法，乃为胎而育教啊。其实这一段话，有见识的父母官呢，哪一个地区真的这个父母官懂了？那就应该啊，看能不能每一个要结婚以前的人呢、啊，有一个结婚先修班啊。哎、大家有没有觉得哈、这个我们现在？干哪一行啊都要考执照啊，是吧？哎，你考过了这个执照了，你才能够在这个行业来服务啊。你看每个行业都要考执照，其实对我们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把下一代教好啊。那你组织家庭了，你要懂得怎么教孩子。所以应该要有爸爸证，要有妈妈证，结婚以前要先学习这些最重要的部分了。看你们的亲戚朋友有没有福报当官的，可以做一个示范点，哪怕是个村长都没关系。我们再看呢，求子三要，在总论呢第十九。所以求子三要，第一啊，保身节欲，以培先天，我们刚刚提到了。第二啊，敦伦积德，以立福基。第三呢、胎幼善教啊，以免随流。这三点都很重要，这是印光大师教的，依教奉行啊，一定赶一个圣贤来投胎的孩子。大家好好努力啊！年轻的夫妻好好努力啊！到时候可以交给我啊！但是我得很长寿才行啊！哦，现在你们去做啊，假如二十岁交给我，那我得多活几年才行。此三要事，务其实行。
再以自诚理念观世音，照着这三条去做，念观世音菩萨，求赐福德智慧，光中华国之子啊！我教的好细哦，你要求孩子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有送子观音，观音菩萨真是很慈悲哦，什么都满我们的愿呢。然后求啊，求什么子孙呢？福德智慧，而且可以光宗，还要利益整个国家世界，光宗华国之子，必能所求如愿，不负圣恩矣啊！真的能求得到哦。那求到了，不要辜负观世音菩萨啊！要好好的把它养成才。哎，第一，保身节欲以培先天者，若不节欲啊，则精气薄弱，必难受孕。即或受孕，必难成人。即或成人，以先天不足啊，决定孱弱。既无强健勇壮之身力，亦无聪明记忆之心力，身心都弱，未老先衰，无所树立。如是求子，众菩萨满人之愿，人实身负菩萨之恩矣。第二，敦伦积德以利福积者，欲生福德智慧，光宗华国之子，当父母的，甚至于是爷爷奶奶，这些长辈啊，必须敦伦敬分，孝亲敬长，善待眷属，照顾好眷属啊，敏恤仆使，对你的仆人下属都要怜悯啊，爱护啊。此行之家庭者，这个就是能够敦伦积德啊。至于乡党亲朋，俱以和睦劝导，这整个大家族，甚至是邻里乡党，有机会了，劝导别人，跟人和睦相处，必老者善教儿女，幼者善事亲长，你在这一方善心善行啊，让老的人都明白啊，要好好教儿女啊，幼小的都知道要善事自己的父母亲啊，长辈，那常以敦伦敬分贤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身，吃素念佛，愿生西方，永出苦轮，普为同仁，恳切演说。这些道理有机会的就劝家族，劝邻里乡党，令培出世之圣婴，贤作守道之良民啊。那你们家能这么做了，这个积很厚的德啊，能如是者啊，一举一动悉益自他。你的一言一行啊，利益了自己，利益了他人，一言一行啊，堪为模范，那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了，所生之子啊，必能超群拔萃，大有树立啊。所以了凡四训说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，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。所以跟子孙呢，也是感应道交啊，
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呢，世间的事没有离开感应二字啊。你种这个因呢，啊，积善之家的因啊，就感啊贤子孙呢。第三呢，胎幼善交啊，以免随流者。古者圣人皆由贤父母之善交而成，况凡人乎啊？这些圣贤人根基很好，他也要有很好的父母来护持他，他才能成就啊！何况一般的人呢？所以若求子者啊，肯用胎教之法，其子必定贤善。从受孕后，其形容必须端庄沉静，叫妈妈端庄沉静，其言语言必须忠厚和平，言语啊平和啊厚道啊，其行事必须孝有恭顺，孝顺有爱恭敬柔顺，行住坐卧常念观音圣号，无论出生念默念，皆须啊摄耳而听，听则心归于一啊，功德更大。若衣冠整齐，口手洗漱，出生念默念均可。若未洗漱，及至不洁净处啊，并睡眠时啊，均须默念。默念功德一样，出生呢与仪式不合，因为在的地方不干净了，出生呢不够恭敬了，大家走进厕所不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个听起来怪怪的，可以默念佛号不要断，功德一样。那后面呢有讲到灵产的状况，那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呢有跟大家提过，这个我们就跳过去。及而后面提到了初开之事，慢慢有点懂人事了。及于彼说因果报应利人利物者必昌，提醒他你做好事啊才能好啊，害人害物者必亡，须知啊，利人利物乃真利己啊，害人害物胜于害己。做善必得善报，做恶必得恶报。即说做人呢，必须遵守，指导他怎么做人呢？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之八德，方可不愧为人呢、啊。天地人三才啊，不能糟蹋了。否则行虽为人呢，心同禽兽矣啊！不许说谎，不许杀癫，这个杀癫就是装疯卖傻，这样孩子就很不稳重了。不许拿人啥物，不能随便拿人家东西，是非这个用人勿须明求，倘不问即为偷。不许打人骂人，不许糟蹋虫蚁稚子五谷东西礼敬这些物品，举止行为啊，必其于亲于己有益，做什么事情一定是利人利己的，于人于物啊无损，不能损害到人跟东西，又须令其常念观音圣号，以其消除恶业，增长善根。幼时习惯，他从小就习惯这样做人做事了，大必敦笃啊，敦厚笃实啊，做人很实在，不自矜己慢人，就对人傲慢了，成狂妄之流泪了，变得狂妄自大了，
那我们当父母的如此善交啊，与祖宗则为大孝，因为这样的孩子一定光宗耀祖的，与儿女则为大慈啊，真正慈爱自己的孩子的，他身心健康啊，与国家社会则为大忠啊，为国家社会培养个栋梁之才的。于常谓啊，应祖说到了，他常讲啊，治国平天下之大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者啊，其在斯乎啊？因为孩子从胎教到三岁以前都围在妈妈身边多啊，能不能成才太关键了。那一天我遇到一个太太，她三个女儿长得都很庄严了，我说天下太平交给你了，她说好的，她也很有承担哦。所以其义德堪追周之三泰啊，当父母当妈妈的人能够这样啊，来期许自己护好孩子的身心啊，哇，那他这种心境啊，这种使命感呢、可以媲美啊，追啊，追上这个太任啊，这个太姜太任太师。因为啊，周朝这三位女子教育出好几代圣人啊，好，素不复称为太太啊，这个太太的称呼的典故就从三太来了。所以愿求子者啊，贤取法焉啊，以三太为榜样啊，包含以这个求子三要啊，我们把它掌握住了。必然有孝子贤孙出现，则家国兴盛的。那我们的家跟国啊，就真的是有幸事了，都能越来越幸福安康了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不好意思有点超过时间了，谢谢大家。